大宋仁宗嘉佑年间，天下瘟疫盛行，医药无效，到处是死人和奄奄一息的病者。首都开封的疫情更为严重，军民死亡大半。仁宗皇帝命钦差太尉洪信为天使，前往江西信州龙湖山宣请寺汉天师星夜进京，施用法术消灾保民。大宋仁宗嘉佑年间，天下瘟疫盛行，医药无效，到处是死人和奄奄一息的病者。首都开封的疫情更为严重，军民死亡大半。仁宗皇帝命钦差太尉洪信为天使，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，宣请四汉天师星夜进京，施用法术，消灾保民。大宋仁宗嘉佑年间，天下瘟疫盛行，医药无效，到处是死人和奄奄一息的病者。首都开封的疫情更为严重，军民死亡大半。仁宗皇帝命钦差太尉洪信为天使，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，宣请四汉天师星夜进京，施用法术。消灾保民。
大宋仁宗嘉佑年间，天下瘟疫盛行，医药无效，到处是死人和奄奄一息的病者。首都开封的疫情更为严重，军民死亡大半。仁宗皇帝命钦差太尉洪信为天使，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，宣请四汉天师星夜进京，施用法术，消灾保民。